万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和烟花表演 Macomb Canada Day Celebrations Fireworks 加拿大国庆日2024年7月1日星期一在万景中心 Birchmount Road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充满免费儿童活动、娱乐、食品摊贩和烟花表演的下午和晚上。娱乐儿童活动喷枪纹身 Co Come Along 近距离接触 Hands on Exotics 的动物等等，充气活动、烟花表演、现场停车，还有更多。主舞台 Fifth Dobson, Craig Stickland, 小丑嘟嘟和 Aaron Matthews。 时间和地点，日期和时间，2024年7月1日下午3点至10点30分，烟花表演晚上10点，地点 Macomb Center Birchmount Road Enterprise Boulevard Macomb。 Macomb Center 举办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将提供充足的免费停车位，交通便利。7月1日晚上8点30分至11点30分 Enterprise Boulevard、 University Boulevard 和 Andre de Grasse TT 之间的人行道将关闭。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柏林顿 Canada Day Celebrations Burlington。 加入我们，来到我们宁静的海滨公园。今年我们很高兴推出一个全新的家庭区，全天充满有趣的活动、美味的食物、热闹的摊贩和娱乐活动，以壮观的烟花和无人机表演结束庆祝活动。时间和地点，日期和时间，2024年7月1日星期一，上午9点晚上10点。上午9点公园瑜伽，上午11点30分至中午狗展艺，中午至晚上7点充气区，下午1点30分至2点狗展二，下午2点公民仪式，下午3点至3点30分狗展三，下午4点开幕式，下午5点15分 Bars Om 印度舞蹈学院，下午6点至7点 Nogata Shoku 日本太鼓演奏，晚上7点45分至10点 King Craft 鲍勃玛丽的孙子雷鬼索卡舞厅风格，晚上9点30分无人机表演，晚上10点烟花表演。沃恩庆祝2024年加拿大国庆日，屡获殊荣的年度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回归，欢迎参加在博伊德保护公园举行的年度沃恩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活动将包括精彩的舞台娱乐、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活动、美食区、设有摊位的市场等等。舞台娱乐活动将于上午10点15分开始，并以 Cardinal Official 的压轴表演结束，下午3点至4点。下午12点15分，市长、市议会成员和政要将出席正式欢迎仪式。娱乐活动包括 Spring Creek 舞者和歌手 A Surrenders, Backs in Motion, Walking Nunes 和 Ben Safari, Dance Together Project 加 Not for Fun, Comagic 舞 The Red Hill Valleys, Jordan Sugar, Creative in Dance Styles。 旺的加拿大国庆日为所有年龄段的人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免费活动、艺术、手工艺和互动活动、掷斧头、18岁以上和充气掷斧头、所有年龄段泡泡区。时间和地点，日期和时间，2024年7月1日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Cardinal Official 下午3点至下午4点，市长、市议会成员和贵宾将于下午12点15分正式欢迎。地点，博伊德保护公园8739 Islington Avenue West。穿梭巴士服务、免费停车和穿梭巴士服务将从以下地点运行：接送 El Paladini 社区中心9201 Islington Avenue， Emily Carr 中学4901 Rutherford Road 也提供停车位；下车博伊德保护区8739 Islington Avenue， 服务于上午9点开始。博伊德公园的最后一次接送时间为下午4点30分。加拿大国庆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免费入场 Free Royal Ontario Museum Admission Canada Day。 博物馆正准备在夏季再次开放大门，
今天宣布广受欢迎的加拿大国庆日免费入场和免费进入主楼层计划将重新开始，这两项计划均得到了 Timothy 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星期一当天， ROM 正式开启夏季，邀请所有人免费入场参观博物馆，无需门票。整个加拿大国庆期间，游客可免费参观永久画廊和 Quilts Made in Canada。 由于预计的游客数量和建筑容量限制，入场可能需要等待，所有客人均可通过女王公园沿线的 Western 入口进入。ROM 夏季展览免费入场不包括展览 Us An Immersive Journey 和 Wildcats。 如何获取门票？在线购买，时间和地点，日期和时间，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30分，地点和地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00 Queen S Park， 多伦多 ,on M5S2C6。 行程规划，附近有付费停车场，公共交通便利。加拿大国庆节烟花表演百年公园 Canada Day Fireworks Centennial Park。 2024年多伦多市将在百年公园举行加拿大国庆节烟花表演，烟花表演时间为晚上10点，时间、地点、日期和时间，2024年7月1日星期一晚上10点，地点百年公园 Etobicoke 256 Centennial Park Road Etobicoke。 公共交通便利，